这点灵性，恢复正当的天意，清净拢是顺家，献着愿这条心，上苍的天意，母娘大灵慧心，是咱灵源这点气，拢是正法这尊神。天理是灵法界，安定是心的在，照着通的灵气，爱咱稳定顺天，无形的灵性，转着通天的清净，一点原始的天性，转着清净的顺命，天理是灵天神，转来这么清的心，这点则是咱的天灵。母娘啊，有稳的心境，天元是灵天神，罗伽是显露境，转着清这条心，将咱有稳的天意，阿母啊，慧能做起呀，清露天元心，转咱有母的灵气，度得清净的顺性，是我有稳定这条灵，恢复这呢啊种的心神，天元就露性，这点传法的天神，天理拢是性，爱咱倒转来这点价，灵源本意是正发心，传咱有母是顺天神，有咱这条灵法界，现咱清顺无性，一点清天的本性，咱要有这呢种的灵气，拢是回到清天神，再来讲有稳这呢种，无形伊的法界，就通灵原来，回到这条清天的心，我有这点灵性，对着清净的本性。再来讲元天元灵性，天理是顺路定，爱予咱做主显的证，咱有这点灵光的性，即是咱只有用真表明咱的性服天，拢是照着咱的武器稳定这条灵。一点正天则是灵气，显露清净则是顺天，无形伊的天性，转咱安定这条灵，上苍的灵性，转来稳定的心，我有这条清净的天理，只有讲顺家显清净。天元本意是灵天性，爱咱看出现实情，只有照母这点角，咱有无形的天性，转咱顺家的天神，上苍的灵性，你爱兑现则是通神。无形伊的本领，现来一点心，传咱一点这呢清，一点原始的灵气，咱爱落家则是顺天。无形的灵性，只有转着清净的本性，
这点灵魂的天性，传到元天本神，降伫咱的心，照着清净的天理，开咱罗灵这条神，入伫咱的元性的。母娘爱咱有这么稳的灵气，转到通这条神，是元素的本性，是咱道家的天灵。这点顺母的心情，灵元伊的灵气，对着通天顺母性，爱咱看现世灵，上苍伊的本性，只有转咱现神，有咱这条青天的灵气，咱再来讲顺家安静的心，是灵元的灵性。咱爱看到清净的本性，阿母啊，伊有这么稳的灵魂。是你以清净的天母娘来讲，顺咱这么静的心，灵元本意拢是天性，爱咱看现则是安定。上苍伊的本源神，咱有一点灵元的性，这是咱清净的天。阿母啊，来讲到顺定的性，灵元若无性，爱咱团现世情，这点灵元拢是天理，转咱通则是顺气。有咱这条清净的法性，生出着母娘啊，伊的本性拢是清出来这点灵，无形爱咱罗伽的心，只用着清净的气，咱爱罗定顺伽的心，灵源是这点理，爱咱看现的顺，这是咱无的灵性，回到这点灵源神。咱爱则是顺天灵，拢是兑现母啊伊的心。我再来讲显落来，这么顺的意。青天是母娘性，爱咱转则是天灵。你有这条清净的源头，咱才有现世的心定。无形伊落家是青天的心，咱爱兑现，则是顺母啊的心。灵元伊的灵气，只有看现顺咱的心。你有这条青天的元性，咱爱则是出家的灵，是咱无形正法界。是咱来讲到清净自在，回顾青天的本性，阿母啊爱咱安定的元神，你有一点灵元的心，这是咱团的灵家，进入到咱罗灵这个时阵，我爱是一点气通的清，观的正。天元是灵天的心，爱咱罗灵这么静，这是传到清净的本性，进入到咱元素的天命，拢是现出的天理，嘛是咱来讲清净的心意。无形是天元神，爱咱转这么静。显露是灵元的本性，参咱有罗伽，则是顺天。你有一点正天的气，参入来这么稳的心，
这是咱灵源的天性，爱你来讲这么稳定。灵源是天灵性，爱咱先来有安静。上苍的灵气是咱兑现顺家的心，灵源本意是天灵来，助咱显灵转清界。你有一条青天的本性，显咱转灵入静。天意是灵觉神，转落安定一点家，这是兑现咱的灵性。度到清净的天，阿母啊来讲，这么顺的心，咱才会当顺家这条心。无形出家是天意，正法顺母是心清，予咱有稳这么静。对着元天的灵气，咱才来讲顺家落神。是咱灵魂的灵性，嘛是咱来讲通天清净，这点顺母的灵性，拢是元天本灵源，道来现世转，青天闹灵气，回到母啊这条心经，照着通天这点灵魂，母娘啊。才会稳，天元顺家落灵来，回咱母娘定心在。这是咱传法这点气，正法顺落来，这么稳的心，拢是顺着通天，母啊这么顺家的心，灵伊的天界。爱咱通天顺母性，行到原来这点气，我有这么稳顺家的心，灵魂是通用，照咱无原神，出自咱的心经，天理是灵源来，会出正果心定家，现来注定。拢是伊传达正法顺势，天有教源本性，调整咱心合定，灵源本意是天界，落定顺母是原在，现着清净的天性，阿母啊来讲这么稳定，这点灵魂只有出心。是咱无的天性，嘛是你来讲教安静，恢复着这点灵法界，咱再来讲通灵转元神，是咱灵魂这条心，强咱出家这么静，恢复清净的天意，咱再来讲顺家路性。是元素的天命，是咱来讲灵源的心。有咱这条青天的架，我爱有顺通先天神，无形本源是天理，度咱清净是顺天，灵伊的法界，只有来讲通天自在。这点灵气是天性，养咱有运是天命。灵源伊的灵气，只有转达先天神。我有恢复清净的心，带有咱老母娘娘啊伊的灵，真法是天灵性，到来开发是先天灵。无形主宰拢是缘，咱爱倒转来清家己的心。即世咱只有讲灵净道，天理是灵天来，
开元祖啊，定自在，恢复一点正天理，拍通顺家应路心，是咱这条灵源的性。阿母啊，再来讲，通甲这呢清，拢是元素的天性。你再来讲道化现证，是咱对着无形的心。我再来讲净出这呢稳的神，灵源本意是灵法界，现到青天则是原来，度着元天本灵气，化伫咱清净这呢顺势，应咱有无的天理。咱再来讲清灵顺无性。有咱这点灵源精，你有一条青天的气，带伫咱这呢精的心，啊，无啊，这点灵光的元神，是咱灵源这点家。咱再来讲出家这条心，有咱无形转的精，咱再来讲出家这条神。这是灵魂的灵气，也是咱主宰上天，回到无形这么精。啊，无啊，再来讲原始的心，灵源天理，则是灵气，现着清净，则是顺驾。这是灵源的天。啊，无啊，你讲，则是顺咱的心。拢是这呢稳的灵性，你再来讲道化先天神，真理是天法界，现咱罗灵是顺元神，无形主宰这点灵，化用现世咱的心清，有咱顺家的灵气，拍通一点清天性。这是灵源的天理，也是咱来讲顺家的心意。母啊，有这呢种的心定，是灵魂的灵气，也是咱罗灵顺无性。这是传达清净的天灵，也是咱罗家这呢顺境。天理是灵源的心。带咱恢复这么顺的家，咱有这条清净的天，派咱顺无心，这是元灵的天界，也是咱罗灵自在正法，是天灵气，道灵是回无性，这点清净拢是顺家，正法。是天灵的本意，老母啊来讲，则是定咱的心。这条清净的天界，咱只有行出原来。你有一条清净的心，带有咱罗家这么稳的神，这点灵魂只有天界，咱看出来只有神在在。在世间，咱只有照着这点气，通咱罗灵顺无性，来到咱这个心的一条真稳个清。啊，咱在世间，你的灵就会当上升。一世人，咱爱是灵的家，要给母娘啊，找出着咱的真法。传着咱清灵这条灵性，要来讲是一条清净的本性。灵源闹这呢净，先天啊，伊的心就会当看。我爱有这点灵源的灵气，世间伊爱是清家己。一世人咱顺无性，通咱的脑神安静。这是咱罗灵的天理，派咱这世顺家的心意。
是咱无形正觉性，传咱安定这点灵。无形搁再顺天神，转互伊清这么稳定。天理的灵魂，只有转咱的心这么精。今仔日我只有靠家己，定咱的本性。老母啊，伊是先天神啊，我爱有这么稳的天界，敢若亲像元天顺神。无应该，伊要讲的是清即世人，安尼咱才会当归元即个无性。天理是灵天性，爱咱道家则是通天神。灵伊的本意，老母娘娘伊的现证，这是顺着通天的真。阿母啊来讲，这么顺的神，这点灵魂，这条灵气，咱爱只有顺甲通天。你有这点灵源的灵性，咱才带有先天道家的神灵伊的天性，转互伊顺甲现证。你爱是天灵，这条灵感是咱无形的天理，嘛是咱顺甲。这么精的神，拢是兑现咱的本性，嘛是咱爱为主的清灵。上苍这点灵气，我爱打通先天性，拢是恢复这点的灵源本意。老母啊，才带有先天落界心清，真理拢是天界。见咱顺定是神来，有咱这条清净的气，咱再来兑现母啊伊的心，是咱恢复这点灵性，搁再服侍天命。灵源伊积极的，今日我只有讲通我的心神。咱爱用的是先天法，我这条清净的天理，必须爱讲元灵现世，是咱灵魂伊的灵性。这世就要讲经，天在无形开天灵，转咱一定世间行，上苍灵源照分明。天理看正，修会正。天伊只有讲灵性，正经伊只有讲天灵。这是咱道家的时阵，我用着正法这条灵气，启动着我内定这尊神，是咱在世的天性，要来强化清灵。无形伊爱咱寂静。在此这个天元，咱才会当讲灵安静，是咱顺着正法正理，参伫咱顺母这么正的心，现路是灵天家，爱咱有顺，则是本心。阿母阿在讲，则是应缘，是咱以正天的气。参伫咱这么稳的心诶，是元素的灵性，是咱搁再显灵。我有无形的灵气，顺着通灵这么清的心，灵源伊一点滴，只有对着清净的心，拢是元灵本性，参伫咱这么稳的天灵。这点灵光的灵气，带有咱道家顺天，有这条正天的源，母啊再来讲清甲心这么明，这个天只有现咱的神，落伫正法这条灵气，你就会当对天中这尊神行，天理则是灵天来。
回到清净，则是无性，来到转这个天上，不应该就行出你这条灵性，元神出家这条灵出自咱的本的，拢是咱的天意显的证，拢是咱的灵有稳定，这个天拢是顺家。行出着清净这条灵性，现个这么稳的天灵，上苍伊的本意，慢慢落加顺天，应咱愿灵这点气，最主是顺母这条神，予咱有稳定这点愿。天理是灵天性。恢复清家是转的证，灵源本意是天灵，爱咱见庙是天命，顺家则是咱的气，养咱老灵则是你。灵魂只有看出清净的心，带予咱这么稳的本性，悟出这点灵光清。这是咱自在的灵气，传咱心的灵性，最主则是现世的我。这个天理拢是顺咱进入来，要予咱会当知影先天这条灵性，掀开罗架这尊心灵。这个天意只有看咱现世界，你清修。这点源头，母啊，伊爱咱顺伊的心，做主。这个天只有静安呢，咱才会当行现世的灵，转过着无形这条界。天元本意是灵天来，回主显灵转的清，是咱顺着青天的气。带着灵源顺无神，上苍伊的天界爱咱显灵自在，回着通天这点气，咱爱顺无啊，则是天。这是咱灵源这点灵气，对着咱的灵顺势，用来现世通法界。真理应法心如定，爱咱转回顺家的心，一条清净的气，咱只有通顺无心，来到着咱的无这么净，这就是咱的灵合境。咱再来讲通天顺家的心定伫遮，正法是这么净。合一住，则是咱的天界。一世人，咱只有归元灵。这条则是咱的天意。母娘啊，伊教咱顺这条性的天元是灵天的心，带咱现代是无灵，带咱开则是天意。真元应来顺无性。通咱顺家现世境，这点灵源的灵气，咱只有转来清净的心，拢是无形的天界。你再来讲应法先天在，开落清净的气，咱爱有稳定顺无心，上苍伊的灵性，爱咱转回。这么稳的本性，是你这条灵天的源头。母啊，爱予我静的顺，这条清净拢是咱的原性的。今日咱只有兑现，咱爱这点灵性，转到原来咱的本性，这才是咱的灵归咱的母性。现主是咱的神。只有这点气来造成的，现来是灵天性，转来回报则是天意。
灵源灵性归法界，情咱青天转入心，咱有现主时的本性。即世人拢是救家己的心，咱是救心。即、这个天理只有行出咱的天性，救咱个人的心安静。天元是一点子，归咱无形则是无性，现来安定则是天灵。顺着一点正法的心，这点灵气只有讲天界，落灵只有讲神在，恢复青天的灵气，咱只有看见顺无心。灵源本意是灵天神，转来安定是现世缘，落来一点正天理，传来顺无正灵机。上苍的灵只有开发，先天咱无形这条灵性，这个天只有化境，现主是咱的心病。在咱有这么稳的灵性，化用咱这条世境，咱才会当传无一定。真理是咱灵性，儒家是通灵，回到母啊这条心，这点老灵的天界，咱只有行出原在，回到清净这条灵气。咱只有打通清净的心，真理是天发性，爱咱看现是上天神，无形伊的原灵，这点清净的气，咱只有顺加落心，你有一点清净的心，天元本意是灵天来。道咱开灵是心会知，回到正法这条心，这是咱正天的灵气，参伫咱顺家这么正的心。天元本意拢是天性，爱咱转到天命，顺着灵源伊的灵气，转到清净无量啊伊的性。拢是现开这条神，咱再来讲顺家这么精，天元本意是灵法界，现咱清净顺会知，无形伊予咱是这么清，世间爱咱做的是神的意思，我有这条现世的天性，转到这么稳。的天命，拢是顺母啊的灵气。在世我再来讲通灵为主。这世人我只有家己的心来教我的灵，伊会当清教咱的元灵。这拢是顺着母性，倒转来咱的如来天命。这个天理拢是行，你才会当知影。咱爱是顺着通天的本性，行着咱法界这条神。我以这条清天的心，要来打通有稳定的灵，这是咱来讲法这么正。天元本意拢是性，爱咱为主这么清，天理则是灵法界。罗灵则是顺缘性，是咱灵魂伊的天性，让咱开则是天灵。这点灵魂的灵性，咱爱就兑现无形的心，传来稳定是天意。罗灵转开则是天性，转咱有稳则是本性。灵源伊的灵性，只有开着清净。阿母阿在讲，这是神的意思。咱有这条清天的法界，只有通咱的心路，
稳定。凡世间拢是对咱的心互稳落啦。因为今日要做的是神甲灵伊的清界，在世间咱只有行正。我爱是一条心，倒转来咱的原体本性呢，这才是咱元灵恢复真。青天拢是凡真嘛，安尼才会当讲顺着这条天性。神伊爱咱清一灵，我有这条正天的气，逐日来讲顺家的心，有咱无形的天性，咱再来讲顺家定灵。你有一点正法的天性，在世间咱的天理，顺着母娘啊这点心，咱才会当出天元这条灵，是咱无形正法界，因着清净顺会知，无形这条清天理，咱只有显明顺天神。拢是原始的天，你才予咱遮尔顺的心。灵元本意是灵天性，爱咱现来的清净，顺着这点灵光明，这个天理只有顺这条心，爱咱有稳的灵气，咱再来兑现顺家的心意。天元拢是一点性，爱咱见母才是这么稳定。我有一条青天的心，参入这么稳固的灵魂，这点才是咱的天意开心，是咱无形正法界，是咱显灵清净的心。母也有这么稳的天灵，转过着心的原性，天理无形定天来，恢复正元落会知，先天本性恢复正，看到咱元素这么清，灵元灵性是天意，落灵转正是顺天，啊，母也有这点灵光的性，现着灵元的天性。咱只有转达现主持的心，是咱无形的法界，你才会当引着清净的元神自在。即世我要用我家己心灵啊，显会清。在即世间，我的灵就要倒转来啊，安尼则是咱一条固定的。今日我只有决定落来。照着母啊，这个气，我才会当找到我的本来这条灵魂。这个天理拢是顺家，要复回原来咱的灵家。天元本意则是天性，现咱顺母则是通灵。你有这点正天的气，咱照母啊顺落来的心，这点天元。只有讲灵性，拍通有稳；只有讲通神，是咱找出先天的本性。咱要转回先天这条心，这个天界只有顺咱的性呢。今日咱要要求，就是咱的性格质，所以讲咱要恢复素质、德质。我爱有这条清甲源头，拢是安静的，这才是咱取着灵源这条灵性。老母娘娘啊，伊的元灵，真理应来是天性，开发顺家是天灵，恢复一条正法界，因咱清灵顺本性，天元只有通灵。爱咱转只有合定，这是咱儒家的天，阿母啊转咱顺家的神，
人缘伊一条心。咱再来讲顺家母娘啊的意，你有这点清净的法界，咱再来兑现顺母自在，开发是天灵的心，爱咱转有母啊的意。我有这条清净的顺性，是咱无形的天性。你再来讲这么稳的天性，灵源的灵气，拢是显明顺咱的心。我有一条正天的法界，直通这条元神自在，显着清净这点灵气。咱只有顺家落心，伫咱有这么稳的灵性。你再来讲通之外安静，我有一点灵源的灵神，这是咱传达正理的天，嘛是咱做主阿母啊的心。灵源本意是灵天神，转来有稳这么静。母娘啊，伊讲的是顺咱的心，伫你有这么清的天界，今仔咱这个脑神电波。敢若亲像母娘，予咱顺会行，照着母啊，伊这条灵这么清净，予咱入伫咱的脑神这尊神呢。这个天理只有开清，咱的脑才会当见原体原能。这个天法只有这么静的心，咱的脑神才有这么明。天理要讲到。咱现主持的样，安尼我才会当表示，咱在世间，咱的灵有这么明的觉，进入到咱无形界，你的脑神这么清净，这是咱做人，咱这条神也会当出入的界。我有这条现主持的灵性，是咱母娘啊，顺我的心行出来。这个天理再来讲源头，咱的母啊，这条灵性无形度假这么清净，真觉拢是天界，现咱罗灵才是自在，回到清净这条心，咱才会当拍通阿母啊的心，灵源只有一点气，拍通只有顺咱的心的。上苍伊个天界，爱咱顺着通天自在，咱有这条正觉正天神，落地真稳定个灵气，咱则带有慧能做主。天元本意是灵天性，爱咱见妙顺天神，抓定这点灵元精，这是咱团。伊的天性，嘛是母啊，通咱的心安定。只有照着实在，伊咱要讲的是先天性，母娘啊，度咱这条原形，青天落来是灵气，转咱顺灵是天仙。我爱有这条灵天的教，这个先天只有讲神这点缘。我爱有这条清净的心，才会当看到母娘啊的灵，上苍这点气，转到无形这么静的性，咱来随着通天的元神，这是咱灵源伊的本性。本来咱的安静，化咱母娘啊一定，这个天界只有定中。咱的灵出家，照着先天这股气，倒转来母娘这条原形的，是咱灵魂伊的灵性。最主啊，则是通灵，活用伫咱这条身躯安怎来运作的？先天是安尼来运用。这世人，我才有这么清的灵魂。来做甲真稳定，这条本性顺咱有母的灵气，
转咱通天顺无性，爱咱道家则是天神，拢是元灵本意，拢是道家顺天，是咱这条青天缘。母啊来讲，敬咱的心，你爱顺家这条神，这是咱为主的天。母娘啊，这么精的心，我才会当讲顺家的心定。天元是灵天理，参咱道家是顺天意，正法是天灵的本性。阿母啊，你讲这是顺咱的元神，这点青天拢是本源，道家则是顺天神，爱咱正法则是顺心。天理一了定，咱这条灵性在世间，咱只有向前。讲到咱这条灵魂的归元，天意只有慢慢啊看，爱咱会当讲真稳定。这点心进入到咱这条灵性，这个天就调整。我有这条原始的心，向着母娘啊这么稳。天元是这点气，爱我抓定，则是顺母的心。灵伊只有讲天界，现咱清净只有讲自在。是咱本源本灵性，启出着正当这条天命。咱有原始的灵气，是咱归来清净的心。安住阿母啊，这点理，教教咱这么顺的天性，行出着天元这条本灵，上苍伊的真意，只有大母传灵开。是咱这点清净的气，咱才会当行顺咱的心。母娘爱甲咱开心，咱才有这么精的本性，化用咱这条元神，上苍伊的天意，落家顺母心，转咱现世是顺灵，真理的灵气，只有传达清净的心。有咱这条天元的本意，参伫老母娘娘伊的心定，现甲顺母这点灵，天来开发正天性，悟出清界这条灵，现甲清净入天果，天元顺家应无性，开元转正奉天行。真元应来天灵气，助咱清灵元性。这个天就慢慢啊落定，咱才会当照着实际。天元本意是天来，道灵驾驭是自在。现着真元这点性，开发咱这条本性，拢是现世的天性。慢慢恢复正法正天的心，是灵元这点灵气，悟出着清净，咱的心定，这是咱传法，咱的本性，服侍这条元灵。母娘啊，爱咱的情，在世间，咱就会当照你现来清净这点性。悟出这条正天神，打通有路，这么稳定。现到元天，你的本意，老母啊，再来传老灵顺家的性。天元是灵天理，最主则是现道心。咱有无形这条灵家，再来传着清净这条心。无形伊的显明，咱再来看现一条神，这是咱道家的天，嘛是咱母啊顺家的神，对着稳定这点灵气，
咱才带有通天的顺势。人缘若无天性，爱咱转着原始的心，咱有这条清净的气，渡过咱这么顺的心定。天元只有拍通，人缘本意是灵法界，恢复青天是神在。这点清净是归元，老母啊，伊的本源灵，咱只有归这么清净的源，这是咱灵魂伊的本性，嘛是倒转咱的合性。灵魂只有用这种构造，咱才会当传到这么清的入神。天下间只有向咱的源这点气，集中咱的本源性的。天理是道灵，爱咱团是心静，这点灵源，一点气，来到清净，这条灵魂心静。好啊！
耶嘿喽啊，耶嘿喽。拢袂爱行路啊！